宝藏，他死了，老奶就得死。 我给过他们机会，小队长的棺材就是我运回去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陵墓道不得，可他们非要执迷不悟，那我就只好弄死他们。 至于你们，我也给过你们机会。国宝重要还是一个即将入土的人重要？ 别忘了，你们是守灵人。对我来说都重要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都别打了！你们辱没了守灵人的名声，关你们屁事！老妹，带他走，我拦住他，走啊！ 这小娘们看着不怕，背着海胆挺沉的。哥，这关应该跟星辰相关，就是不知道三叔跟大壮哥在哪儿。没事，等过了这关，我留个记号，三叔看见就会跟上来的，到时候再想招将他们引我大进。